有啊，所以前阵子打电话给他，因为他人就是这样子的，他很 low profile， 他也不在乎什么 limelight 这些东西。那么打给他说，哎，你会不回来？说他暂时也没有什么考虑，他的生活也是很平淡，很开心。在那边，他在放羊还是在那边吃草？没有，因为一方面是我自己本身，我驾驶技术不是很好，我也不会说想到开车去那边，其实我有点害怕，可能比较胆小一点。不过我们是电话上联络，是 SMS 知道他的状况。不过我知道他应该是蛮开心的，不过他说他已经增肥，他已经胖，但我们想象不到他是多胖。我今天他没有来，我稍微有一点点失望，因为每一次在公布那个什么情侣最佳什么情侣的时候，每次在播放的时候，每个人情侣都在旁边或者都在周围，只有我有一个我情侣跟我跑到那里去了，所以那时候的那感觉会有点点孤单，有点点寂寞这样。他应该知道，他事前知道，所以我是蛮 surprise， 他事前就录好那个事情。没有人跟我讲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所以啊，我拿了之后，我下来之后才看到他的那，哎，为什么他知道？他们可能录好预备还是什么，我不晓得，因为只有他们在新加坡，万一他拿了，可能是这样子吧，我不晓得。